九号选手底林。哎，底林啊，我看到你也想起了一首歌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那个滴哩哩哩哩哩哩滴哩哩哩哩，还有那最常见的小黄鹂。哎，有点跑调啊。底林也是参加过我们民乐大赛哈，上一次是组合类的比赛，那这次自己一个人单枪作战，有没有点小紧张？有点小兴奋，也有点小紧张。我觉得没关系，在兴奋和紧张夹杂的这个状态之下，才会取得更好的成绩，好不好？祝你成功，加油。来自黑龙江大庆，长这么大我只有两件事，每天都在做练琴和抄爸爸妈妈发给我的短信。这不仅记录了我在音乐道路上的成长，更表达了我对父母深深的爱。我希望在多年以后能够将这份记忆当作礼物送给他们。李林为大家带来的自选曲目演奏环节是云南回忆第三乐章，请准备，计时开始。谢谢，请评委为九号选手的自选曲目演奏环节打分。
在综合素质测试环节，他选择的是创意表演。